everybody that what happened was a natural disaster. It was not an earthquake. It wasn't a typhoon. They're lying. I'm not crazy. Whatever it is they're guarding so carefully, I need to be able to prove that it's real. The arrogance of man is thinking nature is in our control.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I know many of you have family and loved ones. And that you want to help them. Well, this is your chance.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阔别大荧幕十年的巨兽之王哥吉拉正式回归，本周末 3D 电影版上映。今天很荣幸异想世界邀请到作家唐成伟为我们分享。成伟你好。你好。成伟其实去年出了一本非常非常有趣的怪兽书，就其实讲怪兽书好像又有点太狭义了，它里面还包含妖怪，还包含外星人，还有各式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成伟其实就是被大家就是公认为你是怪兽迷嘛，就是说你有写到说你小时候在目击怪兽的那一瞬间，你就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 otaku 御宅族。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怪兽之语的意义？因为是我大概在小时候的时候，1990年代，其实那个时候的资讯不像现在一样比较统整，就是会有很多盗版的这些影片啊，或是书在这边流通。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本来就喜欢恐龙，那在那个之中你会忽然找到说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哥吉拉系列电影会以盗版的形式流通在台湾，然后你有很多机会去看。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又不是说随时都会放，所以我们是先看了一些照片，然后再慢慢看到影像，所以那个过程会让小时候非常兴奋，就是说你本来看着是一些很零散的怪兽书，忽然对，然后忽然有一天你发现，哎，原来电影里面的恐龙，电视上面恐龙，书上恐龙，哇，全部都是一个故事。然后就说我们好像就忽然去了解说，原来世界上有很多复杂资讯会慢慢慢慢的以一个轴心统合起来。那我发现说那个轴心其实就是日本的那个怪兽哥吉拉，还有他那个东宝电影公司拍出来的很多怪兽片。对，所以说他很像是把我们小时候所喜爱的东西这样缠起来。对对对，所以说慢慢从他，而且他因为他时间又拉得很长，他到现在已经是第60周年了。对，等于说你可以从那个过程中慢慢去看他一步一步的变成你眼前现在这个样子。那我想人都会有兴趣说，对于自己周遭的历史啊、事物啊，都会想要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越来越对这样东西越来越有兴趣。到了长大之后，你就不会说，因为对他实在太有兴趣，所以就不会说把它放弃掉，就开始一步一步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研究它。所以就是这等于说就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放弃过的兴趣，所以的执念像是一个很像支柱一样，因为你很喜欢它，你一直去了解它，慢慢的别人也会觉得说，哎，你能够了解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慢慢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肯定，等于说它跟着我一起慢慢的长大茁壮到这样，所以到现在已经变成就是我已经有点跟它分不开。对，就是说我自己也靠着它能够得到我现在想要得到的那种乐趣，或者说我想要得到的认同感，这样子。对，翻开书的时候可以就是进入非常多彩多姿的怪兽的世界，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那一定要请成伟帮我们介绍，就是哥吉拉它背后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嘛，还有怪兽电影是怎么崛起？怪兽电影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算是蛮早，就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其实国外就是。应该说是欧美就已经有拍，就是用那种定格粘土动画拍的。那时候就已经因为恐龙受到欢迎，所以他们就会拍恐龙的电影。然后哥吉拉部分主要是因为二战的时候，自从投下原子弹之后，其实好莱坞就开始有那种比较偏向于说因为核爆而造成怪兽出现这样的题材就开始盛行。那这个风潮也到日本，因为日本是唯一受到原子弹投下的国家，对，两次就是广岛跟长崎，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被称作第三次的就是第五福龙丸事件，是那一次就是他们
渔船闯入了，应该说不小心进入了美国氢弹试爆的海域里面，结果等到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受到辐射污染的症状，那这个对日本来说影响很大，他们也引起了日本的反核的以及对核能的那种再一次的那种伤害。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片商自然也会想要去拍一部跟这样子有关的电影。他们本来的想法是想要拍一部并不是像现在我们知道哥吉拉电影，他们其实有想过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大章鱼或者是鲸鱼之类的怪兽，侵袭，比如说章鱼攻击海上的渔船这样子的东西。但是由于当时恐龙的热潮其实在各地其实都很普遍，所以他们最后决定采用恐龙造型。那他们设计的剧情其实是不明的国家，没有说是美国，他们是哪里做了氢弹的试爆，而且它并不是让恐龙变异，他们是让一种海洋与陆地就是像是过渡期的动物，半哺乳类半爬虫类半水生半陆地这样子的动物被惊醒，它并不是因为核能而突变，而是它本来安定的栖息在海中被氢弹惊醒，然后去攻击日本这样子的剧情。它的一个矛盾点就在于说，在剧情里面其实有一部分的角色是他的说法是说，能够挨过氢弹的攻击而活下来的动物是非常珍贵的，甚至说有点像是把日本人自己在战后的处境投射在怪兽上面，就说能够挨过这样子原子弹氢弹攻击的生命是非常珍贵的，而不应该被轻易的就是说就去杀害。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好不容易活下来的怪兽，他做的事情却是去残害跟他一样受害的日本人。对，所以在第一节剧情里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矛盾，就是说日本跟哥吉拉在里面都同样是受害者，然后哥吉拉又成为这故事里面的加害者、对，他是有这样子的矛盾。而最后的问题是在于说，为了日本的活下来的人们，他们必须启用更强大的武力来把这个其实跟他们一样遭受核灾的怪兽受害者把它消灭掉。这算其实对于我觉得第一集的哥吉拉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悲剧，就是他描述的其实是在核弹阴影底下的人，在这底下的日本，还有在这底下的怪兽，他们怎么样同样的在这两难。对，之所以为什么哥吉拉在日本能够当时大受欢迎，除了他是第一部怪兽片以外，因为他本身一开始就带着非常沉重的气息出现。对，这真的是哥吉拉的电影跟日本战后的一些记忆是密切的联合在一起。是好莱坞版哥吉拉，所以他们想要向日本买断哥吉拉的版权，这就是为什么哥吉拉在1995年的时候一个完结。对，它的完结是非常核能电厂式的完结，就是它哥吉拉因为它受到一些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它体内的那个反应器官就像反应炉一样的东西，就是不受控制。